思源，思源，潘思源，潘思源是吧？潘思源，潘思源瘦哎，可以吗？来来来，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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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呢？打他打他，闪闪哦！你有带护具，他没有哦。打爆他，打爆他！对对对对，尽量逃，尽量逃。阿虎，阿虎什么啦？打架呢？打死他！揍他！打他！揍他！揍揍揍！一拳 KO！ 揍他！揍他！他不要脸吃饭的。他要先削弱阿虎的战斗力，他累了，阿虎在怕了啦。打他的脸，真的。直接打！上上上！上上上！梅林啊，看你没有，你打他，打他，撤手，打他，打他，慢手，慢手，后方慢手，没有威力，不要客气，用力打，用力打，不要怕，救命！哎，等等等，这错暂停，这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行，干嘛啦？你好烂哦！怎么？出拳太慢了。哦，可以再快一点，根本不要客气，你就不要客气。他说太轻了，不用手下留情，打他，出手太慢，快一点，打他，捶他。这个是肾脏攻击耶，还是打侧腰哎？拳太慢，拳太慢，维尼拳太慢。打头，打头，要干嘛？太轻了。我第一次意见很多哎，第一次听到这种要求，又轻又慢，挑衅金牌哦，用力了啦，不管了啦，捶他，捶他，打。毕哥应该是一个 M 来着，他是 M 吧？马国明攻击啊！你又攻击，毕哥你要出拳呐！马国明有攻击，继续威林，继续，我像乌龟，好烂！我打倒，打倒，打倒，摔倒他！哦哦哦，是有，哎呦，快入高了，我才是沙包吧？哎，你都不带护具哦。有，其实之前有练过，所以可以不用担。志翰有练过，对对对对，早知道他有练过的啊，来来哦，哦哦哦，速度有速度哦，速度快哦，有出拳呢，哦啊哦哦，哎，这有虾呀，这有虾呀，哦，哎，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？你不是说不用带护具吗？你不是有练过吗？哎，那给我掰卡掰卡，我头没有带护具，他没有打我头啊。打我身上，没有带护具，他打我身上。那要打你，头不能打，身体不能打。